我想问一下，第二中学的润叶住在哪个房间？润叶？哦，田润叶，我帮你查查啊。你脸色那么差，是不是我的身体好？那我改天再来看你。你今天把苹果吃了。 孝乾，孝乾，跟个婆姨，贺秀莲。你好。哎，孙正恩，你这啥意思啊？你还把你婆姨带来了，啥意思？你说到底，你下次来必须告诉我，我陪着你来，我再把你送走。 我跟润叶要结婚了，你不是不知道吧？润叶不是病了吗？那我们还不得来看看他？啊，把你婆姨带走吧。下次如果再让我看见你来戳润叶的心，我不依你。小心我不是拿车接你，是拿车撞你。你头回来。 我得给你送点礼物，不用了，你赶紧躺下吧。你坐一坐。你啥时候回山西？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回山西老家，家里一直在催着呢，我就舍不得走。我跟尚安哥大概春节前结婚吧。啊，你就不怕你回山西，你要把你的尚安哥抢走啊？ 那才不怕呢，你的我不要，我的呢你也抢不走。以前是你给奶奶买点心，以后啊，我来买。夏浅，我知道你对若叶是哲学的。哦，我是怕我坚持不住。 秀莲，尚安哥，你的婆姨。 田润叶的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样翻腾着。如果少安没有结婚，那么不论有多少人进攻，他的感情阵地依然会固若金汤。但想不到，他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但他为之而战的后方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 秀莲，喜欢什么颜色就选啊，钱够。给你扯一下吧。啊？不需要，家里还有好多事情在等着呢。那随便扯一事就好了。你咋的？长啊，知道。要是不扯啊，你爸那儿也过不去，你回去也没法交代。哎呀，你看，同志，你看他穿啥颜色好看？要好一点的料子。我俩结婚的时候他穿。 你俩个倒有意思，有意思。你办上这儿来的，扯结婚穿的衣裳，俺见多了。都是女同志打场别挂，比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介绍和布料上再加一门，不加门就赌气不扯衣裳，也就意味着不领结婚证可。还有这样的事啊？咋没有？俺就见过一些后生，一边的跑出去买个小手绕几圈，有的凑不够钱。
就见到躲在猫四铺的乔阿底下，快别走！你这个对象，只要你给他扯一绳，还不要好布料，还想着写给你扯好衣裳。哎呀，稀罕，明事理得很，就像电影里面才有的写进人物。电影里的人，你真能说啊你！四哲哈，你算一下，一套被褥加上铺的盖子，一共多少钱？你这是干啥？啊？ 你得把这个被褥，我爸不要，他啥都不缺，而且他知道你们家的光景，你爸要的这么大，你扯一套被褥暖的，他老人家的行。哎，不会挑理的，没事。要。那不要，你们这一对儿，真让俺感动。你们一定能过好。哦，来，俺给你们选，就这块儿，你摸一下这料子，这是新到的涤纶料子，这料可好了，哦，他穿正合适。 你要是给自己扯一身，就这个最丝型，价格也便宜。哦，好看。我不要，我要便宜的就行了。哎，咋能不要的？来扯不就是给你做衣裳？要了啊！我这一身就够了，真不要。你要你回去得把你姐看着好看呀。我爸我姐都听我的，不要，他们会给我做衣服的。那你现在挺饿的，不要，到底要不要？要啊！你们商量一下，别把裤撑坏。哎，同志，麻烦你了。 不要这些被褥啊！不要这些新港，你给他做身好的，给俺做身平民的就行了。成行，那这个被褥一定要啊！不要，被褥也不要，不要呀！要你得贵死了呀！你不要，这得跟打仗，要啊！你多少钱？ 少安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事儿。他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个地方，望着大雁从南方飞来，而现在，大雁又向着南方飞走了。时间呢，这么飞快。 可生活的道路又是如此曲折而漫长。走呀，少平娃儿去！走走走。 孙少平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他和田晓霞的结识。通过和晓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他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强烈的吸引住了。你约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这家伙又在这胡说八道！田晓霞。 你可让我大吃一惊了！你怎么敢说这个人胡说八道？啊，这个人经常在报纸上面发表重要文章，上个星期班主任还组织我们大家学习过。那他也是胡说八道。我知道，你不会去告发我的。再说咱们国家现在不就让这些人弄了吗？一团糟。 打算一直抓着我的手啊？你咋知道？
难道看不见吗？哎，现在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了，你是农村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现在整天就是不上课，搞运动，那些人还叫喊的没完，说什么形势大好。他娘的，形势年年大好，好什么呀？我看这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多了，一天到晚穷折腾的没完。你看吧。 咱们国家啊，就让这些人给折腾完了。这些话是你个人说的，还是你爸跟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不是，我只是随便想想，我爸没事在家也发发牢骚。少平，你不常想这些事儿吗？我没想。那你可得好好想想了。我爸老说。 一个中学生就得养成每天看报纸的习惯，这样可以开阔眼界。一个有文化的人啊，你要是不知道当今国家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很可悲的。少平，以后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你都能坚持看报纸吗？我能，我向你学习。 互相学习。哎，来，跟我来，给你看一下好东西。这个呢，是我平时经常看的，参考消息。参考消息？嗯。哦，我听说过这报纸，还听说这是内部报纸。 对啊，这是我爸爸他订的，以后我就一个星期给你送一次，好不？谢谢。少平，我知道你爱看书，但你不能光看小说，你还得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政治经济学，比如说哲学。当然这些东西可能一时我们还不太懂，但是现在接触一下肯定有好处。我再给你推荐一本书。 这个呀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书通俗，我都看完了，现在借给你看吧。哎，这小字条是咋回事？这小纸条是我做的标注，我觉得这些段落写的特别好，所以你得着重看一下啊。这本书最好了，它是捷克伦敦写的，这个短篇集子里我最喜欢这一篇。 热爱生命，列宁同志特别喜欢这本小说。伟大的革命导师在临终前还让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念给他听呢。行了，赶紧收好了，都给你了。谢谢。其实平时也想看书，就是家里地上活太忙，不能让我哥一个人扛。 总得为家里干点啥。但是，务农不应该成为你终身奋斗的事业。你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不想坐火车去外面看看？我想啊。看见山上那棵树了吗？那就是原西县革委会，想不想去那儿工作？ 你知道山的后面是哪儿吗？黄原，那儿有黄原大学，想不想去？也想去。那比如说更远的地方呢？西安。西安有好多好多的名胜古迹，那儿有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工厂。我想去西安。那首都北京呢？我听人家说，在那儿。 有一个大到无边的天安门广场，还有中南海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黄原和西安我都去过了，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少平。
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北京。北京我会去，但不是现在。放心，我得先帮我家里人把光景过好。但将来我一定陪你去。嗯，我记着。少平，你也要记着，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我是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天儿，你就把车停在这儿吧，车也开不上去啊。田副主任，没人陪能行吗？我对这个公社的工作状态非常生气，我不让他们送干部，我一个人上这几个贫困村去看一看。他们说，他们学大寨已经学得很像样了，不用改变什么。我倒要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不用改变什么。你这是作证啊？走柏油土，回家货的车。吃拐引兔？这可不行啊，这不能吃。生活困难，没有办法。田副主任，俺村叫个土崖洼村，全村也就这十几户人家，算是个生产队。俺村一直没有党员，也没有团员，所以生产队的我队长呀是年年换，年换一个。村里边男的老的啊，鸡巴都落了个遍了，今年热闹个了。你们村都种些啥啊？苞谷、栗子。你这个生产队长，人穷，娃倒是生了不少。哎，别动，弄啥呢嘛啊？饿死鬼！夫人，你吃。给我们家吃的炕团子，你这是干啥嘛？我是，你这玉米面馍得是一家一户凑过来的。我炕是玉米炕，带甜味儿，娃们爱吃。我高粱炕苦，谷子炕塞。我不吃，我吃的玉米好。
求求大老爷，救救我一家子的命吧！算了，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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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四九，我一家三口死前了，没见过一粒武功吗？你我扣两呢？啊？叫生产队扣了。扣了？为啥扣扣了？他儿子跑出去当盲流了，公社和村上的干部命令扣他我的扣粮，我也不敢给。我儿子就是因为饿的受不住了，才死没去吗？走，我到你屋看吧去。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厚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的人。哎，我组长，动了，动了，出来了，今天不握手，形势不好。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基础，农民都吃不上饭，娶不上媳妇，这是根本问题。要改。要改。哎，对了，你们村里谁塌屋都缺口粮，缺多少户，缺多少粮？俺们村是六户没粮了。俺们村里有21户没粮了。我们村有70户有缺粮了。我们村里有的只能维持1-2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都揭不开锅了。那粮食呢？粮食都去哪打了？不是说这些队没有粮食，每个大队都有战备粮的，可这些粮食都是准备为了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不让我们动这些粮食，动用这些粮食等于犯罪了嘛。仗还没有打起来，人就饿死了，我不能看着钱把人饿死吧。四舅，你们回去，马上开仓放粮，啊，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缺的送，以后再逐渐补上。田副主任，我们拥护你的决定，可是没有可是，马上开仓放粮，一切后果我担的。别要问起来，就说是我田副军下的命令，你们是执行的，不执行没办法。你们回去以后马上开仓放粮。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问你们。这点战备粮拿出来吃完了以后，你们打算咋办？啊？以后还继续饿肚子？这不行。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生产，要向土地要粮食嘛。公社里组织的学习活动停下来，夜战、大会战都停了。你们大队不去？都那么算了，有话就大声说，不要像放屁一样的。都说要改，要改，咋改嘛？一改就成了资本主义。谁也是闹平，你最后一个出来打你的胡萝卜了。这人多一块吃热闹，我这个不是跟田晓霞同学学习吗？不敢当，不敢当。我在你身上才学到好多东西呢。你已经用你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大家，我给你鼓掌。由于下午将进行忆苦思甜大会，午餐临时更改。忆苦思甜，顾名思义就得忆苦。咋忆苦呢？吃忆苦饭，每人两个黑面膜，一碗白开水，还好炖。这不叫忆苦，村里哪天不是吃这个？除了你，是舒家的儿子。
你们说，让我们脖子上挂条白毛巾是啥意思？意思是要和贫下中农拉近关系。李少平，你看这一股四天大会年年开，这每次上台说话的人都差不多，我都快能背起来了。哎，你们不是宣传演出队的吗？天尔侠，你给咱大伙儿演一个一苦思甜呗。来一个呗，来一个，来一个吧。演，就咱几个人，没人看到，小声演。来来来，咱们都给挡起来。来一个，演。拿着，毛巾给我系上。那不到十岁就开始在地主家当长工，可那地主啊，想尽办法克扣我的工钱，我被逼得出去要饭，要来的饭我自己不能先吃，要让生病的大妈还有幼小的弟弟妹妹们先吃。记得那是一年冬天，那天上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也带着弟弟出去要饭。弟弟不知道跑到那万恶的地主家要饭，饭没要到，饭被那凶恶的看门狗给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我抱着弟弟心疼啊，那心疼的呀。那地主姓好，可那心呢坏透了。哎，我说你这个地主老汉平农，你咋真把自己演感动了？没有没有，哎，你们别管我，你们得喊口号啊，又不是没看过一苦四天大会。对对对，喊口号。不忘先烈苦，牢记学历仇，毛主席万夫山一流中学生。哎，听说今天不止一个贫农来一苦四天，还有一个地主要当着地主的面控诉血泪。什么呀？什么？是谁呀？听说好像是红梅他们村。就是红梅他爷。哎，嗯，润叶才无礼呢，进去啊。阿姨。叫啥阿姨呀、啊？二妈。你跟着润叶叫二妈，那不早晚的事吗？快进去啊。二妈，我不敢进去。为啥？因为我知道润叶看不上我，她不想见我。向姐，这话说男怕魔，女怕炮。润叶脸皮薄，多花点心思啊！快，二妈，我求求您，您帮帮我吧！您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咋整？这还要人帮你呀、啊？你是县委大院的公子，副主任的儿子，你有的是资本，你怕啥呀？啊！二妈，您就直说吧，我都听您的还不行吗？勇敢点儿！勇敢啊？咋勇敢？那二妈屋里，桌子上放着酒呢，喝两口给自己壮壮胆。去吧，润叶在屋里呢。哎，好好跟他聊聊啊。二妈买菜去了，我告诉你啊，那润叶就像我的亲闺女一样，我帮你就是帮她。去，走了啊。谢谢二妈。好好聊啊。你给我瞎撮合！
我不早跟你说过了吗？湘潜跟润野的事情，让他们年轻人自己想出去。我瞎做啥？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润野好，为了你好啊？这不一举两得吗？我知道你又要说啥了。行行行，你不想让我说，你就赶紧进去。我马上啊，再炒个菜。去吧。求你松开。润野，他来。李湘潜，你笨撒点啊！你干啥呀？你知道你刚才是啥行为？哎呀，对不起，哎，对不起，我好多了。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润野，怎么了？李湘潜，刚才要借着酒劲儿欺负润野。啊？哎呀，你干什么呢你？你急啥？润野早晚是你的人呐。轩云，你说的啥话？我说错了吗？我。你让他出去，让他出去。润野，我有话跟你说。你站住！你走！我有话说。行了，别说了，赶紧走。明天酒醒了，给润野道歉。快走走走走走走走。好了好了，润野，别哭了啊。这李湘潜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你跟二妈好好说说他啊。其实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特别喜欢你，二妈，你别说了，我没事。你说这个润叶，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他好啊？还不领情。海云，你能不能听我劝一下啊？润叶跟湘潜不合适，能不能成？以后你都不要再掺和了。我哪知道那个李向前他要耍酒疯啊！我要是知道，我怎么可能让这俩孩子在一个屋里待着呀？你仔细看看，这酒是不是你给的李向前啊？我一次都不能喝这么多，他一个半大的娃，你让他喝这么多，我不醉才怪嘞！谁让他喝这么多了？再说了，李登云的儿子。我们想谈还谈不上。美美啊，你这样做跟我旧社会卖女子有啥区别吗？啊！我今天再警告你一次啊，润野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做主，你不要管，不管成不成你都不要再掺和了，行不行吗？我掺和啥了？我还不是担心你啊。我就听说你在柳茶公社把那几十名民工和老蒋的都放吃不下睡不着的揪着心，这又私自散发储备粮，我哎呦，你消息够灵通，不是我跟你说的，你管谁跟我说的？反正你这么做，那就是打了冯世宽的脸，他能放过你吗？他要整你，他不放过我咋？我是这个县的县革会副主任，我是干部，我犯的这些错误都是为老百姓犯的，咋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知道我的责任在哪。白云，我要上夜班，不去我要迟到了。白云，你知道吗？今天我去了兔牙洼村，你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啥日子？我要把元溪县老百姓碗里的黑面疙瘩变成黄面疙瘩，再从黄面疙瘩变成白面疙瘩，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应该干的事情，我就是犯了再大的错误，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去干。你说你为了这句话，你吃了多少亏了？你怎么不知悔改呢？屈原不是说过吗？以于心之所善兮，遂救死其犹为悔。
你每天回来，一身土，一身泥的，眼睛熬得红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你们拿手套，我就给你拿手套去舔冷。润叶早就觉得二爸的情绪一直不好，原来有这么多的人都反对他呢，怎么办？怎么办呢？他开始动摇了。阿云，夫妻之间没有不吵架的，但也没有隔夜的仇。你说的对，隔了夜啊，就成了真仇了。你二妈不容易，她这个人很要强，卖面子，也许我真应该让着她点。咋了？你也要出去？大家都会高兴的。他的内心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的翻腾起来，他想让他和向前结婚，这大概也是他二爸的意思。于是他所有的局限性就导致他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感激，最后他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田夫君想再到公路沿线跑上几个大队，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他认识到农村的贫困局面依然如旧，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好，田副主任。啊，张副主任好。好。徐志工拿着县里冯世宽主任的令箭，大张旗鼓地搞大会战、搞夜战，还准备大搞反面典型，还声称要抓够100个人，号称百人劳教。他说这才是大运动，如果干革命没有敌人就不算有会战成绩。这几天天这么冷的，天天搞会战干啥呀？劳民伤财嘛。你们这些公社干部啊，真要是有时间到地下村子里看一看，为老百姓的温饱做点实事情，这才是公社干部应该干的事情。徐志工抓了100多人，我不是说让放人的吗？现在还越来越厉害了，你北明川干啥的？徐志工有冯主任支持我。那好，我保证今年诗歌节不会有过火做法。那这样我就去找徐志工。哎，先吃饭，先放人，放了人再吃饭。夫君呐，这次你可不能硬来了啊！上次在柳岔你把人放了，冯世宽暴跳如雷，而且你刚从后头的公社挪用了储备粮，冯世宽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我怕来不及了。来不及？啥意思？行了，你也不用瞒着我，我知道，我这次回去地位就要出风头。趁我现在还能干事情，我把该干的事情先干了。那就更应该吃饭，
吃饱了才有力量做斗争。走，张副主任，张副主任，县里又来电话了。你还没有来，县里办事组已经来了5个电话，问你到了没有，让你被县里去开会。哎呦，来了5个电话啊！玉山来没有告诉你，就想让你先喝口热汤。那行，先吃饭，吃完饭到会展拱地把人放了。